nhiều lại hả? Đúng không ạ? Thế thôi là nhà của mình.
拄转去，啊，我甲阿伯啊，我拄来去因家，啊，我才转头拄转。对啦。Thank you.
吃过饭没？啊？你们吃了饭没？还没啊，我等一下就要回去了。对。三点钟的还没有吃。对，我们也是三点钟要回去吃。哎。哎，我给他，趁这个机会跟他按摩一下。阿妈，哎，我应该怎么叫他？他没得叫啊，我就随便。啊、哦。他姓什么？啊？姓什么？姓江。啊，你也姓江？也是长江的江吗？对啊，我姓江啊。你姓江？对啊。我也姓江哎、欸。你们也姓江啊？哎，我也姓江啊。两个江啊。你是哪一省的？我们是福建。我是广东。啊、哦，我们是讲广东话的。你会讲广东话吗？唔识听，唔识讲。唔识听，唔识讲喂。我哋识听就识讲噶啦。啊，你怎么会不会讲呢？从来都没有讲过啊，因为我父亲在那边上班，邻居通通是本省人，所以客家话是吧？所以那个广东话根本就没有时间听，没有机会听到。所以你是讲、哦、我父亲的朋友来才听到，没有办法，没办法学啦。哦，你们是哪一年到台湾来的？我爸爸来是才十几岁就来了，二十几岁就来了。那时候民国几年？我忘记了。你忘记了？因为我爸爸来这边才娶我妈妈才结婚的。哦，所以在清朝的时候来的？不是哦，也是这样撤退被抓兵抓来的。抓兵抓来的？民国三十几年吧。我们是三十八年来的。我不知道三十。大概也是三个十万。那你几岁啊？啊？你看起来我六十几岁啦。你六十几？嗯、对呀、啊，我六十二啦。哦。我四十一年次的啊。哦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我妈妈。你哥哥？那个是你哥哥吗？常常叫他那个、嗯，那是你哥哥吗？他跟我差不多吧，他比我小吧？没有，他比你大。他比我大吗？他几年次？我哥哥是三十六年次。哦，他三十六年次啊。那我有一个弟弟。他是四十九年四十九啊，我、哦、差很远呢。他十三年。哎。啊，对对，江阿嬷，我们这个也是江阿嬷。他的脚还好嘛，哈？他是不能走路啦。他也是不能，他也是僵硬了吗？他有没有僵硬？他也是一样，他软软的啦。他软软的。没有力量。哦，我们是已经。我们是比较僵硬的、啊，他也是等于僵硬的啊，他也是跟你一样，在那边复健的时候，我也跟他一样啊。他可以站吗？他现在可以站吗？他现在不能站了。哎，我上次去的时候他有站啊。他刚来到这边时还可以站。对。就是叫他每次叫他起来走路，他不要。他不能走了。他可以走，那时候可以用四脚走。哦，真的。那四只脚那个有没有？可以走，可是他就不想走。哦。我也不让他走，他就不走。哦。你本身不想走的话，谁都没办法，再怎么复健都没办法。我现在只是让他不要再弯曲僵硬下去。对。去那边就是把他弄直啦、啊、热敷啦、电疗啦。所以他可以弄直吗？弄不太直了，他就让他站着这样。你看我现在跟他弄，你看，啊、哦，蛮直的了。平很多了。啊、哦。所以这就是要动啊，就是要去帮他弄。那个复健师说跟他弄他会叫。对，会叫，我妈妈也会叫啊。可是我妈压直会叫啊。可是我跟他压。你这还没有压直。还没有到时候啊，还没有做好啊。那他压的比较直一点。不是，你看从刚刚那么屈到现在啊。他一声都没有叫过啊，有差了，对不对？一声都没有叫、欸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他们说，你可以不要把他弄叫啊，他叫我做给他看。
没有啦，就是要时间啦。那我觉得说他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你能拉到多少就拉多少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哦，我们这个健保的只有几分钟，那你能拉到多少就拉到多少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不要完全不拉，对不对？